择。昨日我喝醉了，多谢侯爷照顾。无妨，往后你若是想喝酒，尽管找我，我陪你喝。那我叫他们准备早膳。侯爷夫人，琥珀有事求见。怎么了？夫人，刚刚楼下传来消息，大太太病危了。侯爷，请先随我去偏厅稍作歇息。钱明去了乡下农庄，母亲病重的消息我已经差人送信去了，应该很快就能赶回来。大嫂，之前不是说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吗？怎么突然又这般严重？大夫原本就说母亲的病痊愈无望，二娘的事情解决之后虽然有所起色，可不知为何病情忽然又加重了。那不如换个大夫试试。大夫已换了数回了。二姐啊，大嫂，我听闻母亲病重，特来探望。多谢妹妹前来。妹妹这脸色看上去还是不太好。妹妹虽然年轻，但也不要大意了，这样拖着就怕会落下病根的。我这病还不是拜我这位好妹妹所赐。别在这儿假惺惺的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我去看看侯爷。